肯定不会动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们肯定是不会作假。如果动，我们一起放手。没有放手，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因为放手它肯定是掉下来的吗？用脑都想到了。Where's your brain？ 你是猪啊？它是龟嘞，它是龟嘞，龟仙嘞。哎、欸，你以为自己走到那边去了嘞？你猪啊？你以为鬼有这样大的 power 可以自己拿起笔啊？他可以拿你的手走，他不可以拿那支笔。这样直接帮你脑啊？这样直接帮你签名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他要动的会动的，可以吗？放。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。如果你出来了，画个圈。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。如果你出来了，画个圈。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。如果你出来了，画个圈。笔仙，笔仙，你吃美多乐好吗？OK。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。如果你出来了，请我吃一个美多乐。OK， 可以。今晚是哪个杯？哪个杯？他今晚跟你喝酒啊？跟。笔仙，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。请你出来。如果你出来了，画个圈。笔仙，笔仙，好像会动嘞！出来画个圈。哇，好像会动嘞，好像哦，好像来了，好像来了。请你出来。出来画个圈。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。如果你出来画个圈。笔仙，笔仙，我好像白痴，我。想动，你要凝聚，你要凝聚你的精。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。如果你出咗嚟，你画个圈圈俾我知。你走开，你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你画个窿啦，画个窿。哇，个窿！你太过认真了，没有鬼要来了。OK， 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。如果你出来了，画个圈。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。出来出来，画个圈。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。出来出来，画个圈。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。出来出来，画个圈。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。笔仙，请你出来。不出来，画个圈。笔仙，笔仙，请出来，出来画个圈。亚妈，那录比对有看到没？那 I am talking。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，出来画个圈。你可以不要乱乱动啊。他死都不要出来，我要出来。这真实啊，这是手点，这是手不要玩的手点。所以每个人玩笔仙都是骗人的吗？你们有没有玩过？然后有没有真实的感受，还是一些经验，可以在 comment 下面分享？因为我们，请他吃麦多乐呀，他都不要出来。我来 rap 给他听 ，rap 又表演，你看写这样的东西。完全不理我们，你要出来。王俊，啊，你自己一个人玩看看会转吗？天不灵，OK， 上一次我们玩笔仙，因为在我家外面嘛，可能有家声是什么原因。这次呢，我们就选择来到靶神传说中的鬼屋，我们挑战一次。你再敢逛，鬼屋，我们 try 一下，是不是这种地方那个笔真的会动吗？公仔了啦！公仔啦，当然是公仔啦，肯定是公仔。只是你看到前面不给力耶。什么呀？现在我们来到靶神的这局，然后第一感觉有点奇怪，为什么有这些东西？啊，狗一直在飞。我觉得这区还没有建完的感觉哦。老板，你要不要先跟我解释一下，你把我带去哪里？这里呢，就是靶生这区呢都很健康的，就全部都有人住了，就是这一排哦，死路而已。嗯、啊，差不多十多间的屋子呢是空住很久很久啊。然后这边呢又是对着山，所以啊一直都没有人敢买哦，可能对山是不好的。为什么哎？不懂嘞，山重水尽啊。山重啊，山重叫刷菇啦，我们通常。阿元啊，阿元阿元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传说中有闹鬼的地方来做一些都市传说。我们选择哪一间呢？最尾那间吗？就是死路那间吗？哟，前面有一个山猪。前面是山猪。你不买加烟咩？面子吃了好人给你个戒烟糖咩？我没有在吃啊。你在吃啊？可以了。总算来这边有个交代。是有人种的嘞，有人种什么？那些果树啊？没有吧，都没有在打理，哪里有可能？哎，真的哦，有一个 baby 的鞋。baby 的鞋子。你准备啊？你懂啊？你准备啊？擦，啊擦啊！哦，蝙蝠，蝙蝠。
怀念那个画面。竟然有木瓜。嗯。你踩死佢啊！唉，阿弥陀佛啊 ！Oh no！ 阿弥陀佛。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很干净。OK 啦，我们就决定在这里进行我们的挑战。OK， 现在呢，将刚好哦，我们又带有笔来，就这样刚好。我们有纸哦。哦。就是上一次我们玩笔的时候没有动，可能在我家外面。那这次呢，我们选了这个比较废弃的地方，也传说中有闹鬼的地方，我们再 try 看。所以这次呢，我写了更多的东西。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，死生你我他，怎么都爱呀，好人。一九八八、一九八七、一九八六。然后三一三二三三，我们岁数。你的笔仙，你要问他们什么？怎么把我们的东西全部写 ？OK， 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呢，遇到一般中国人，他们玩笔仙的时候确实是有在动，所以我不懂是有一个人在控制还是怎么样。我记得笔仙有一个可能轰这样子的东西的哦。没有，那个时候呢，我是问他，你知道我多少岁吗？他就真的是去到那个位置。可是你没有动，但是别人是不懂你几岁的。对。缝、啊、对，那个时候我确实有这样的经验，所以我想在这边 try 看。OK， let's do it。那我们要怎样抓？ OK， 我们的手要一起抓在一起，三只，你们三个抓上面喽。没有，你要这样放松了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样，外面我们不要这样。他就走的话，就真的走啊，我们就不会。就不是真的我们动了，我们跟住他就好了。他只要会立住。有点难呐、啊，我们试下先哦，我们试下先，试下我的方法。嗯，抓住的。啊，这样子，嗯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念的是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。笔仙，笔仙，请你出来。笔仙，笔仙，我请你出来。笔仙，笔仙，我干你。出来。要完了，我还是很认真。OK。先请出来，然后出来的时候要一点动一点点，不动。笔仙，请在吗？如果你在的话，请给我们一个指示，不可以放手了。哦，不可以放手，不要玩了。认真，对对对，我觉得我每次跟你们来玩这些，全部玩像耍一样，你们每个都跟我讲认真，到最后都不会动了。笔仙，你在吗？如果你在的话，请到好人的位置。笔仙，出来哟、哦！你们抓这样紧，我要动你们都不可以动。你们抓这样紧，他哪里有力动？三个人呢 ？OK 啊，这样我们换一个方式，我们三个这样就好了。这样，嗯 ，OK。他会动，这样真的是很够力的，真的。这个东西这样会动就是真的了。嗯，这个没有作假。OK， 来，我们来猜一下，一二三。笔仙，请你出来。笔仙，请你出来。笔仙，请你出来。通常讲三声过呢，就是笔仙你在这边了。如果你在的话呢，请到声的字。笔仙，如果你在的话，请到声的字。笔仙。我的手指不走穴，手不走穴，上面两个人按到很大力的，笔仙，鸡蛋糕，很痛哎喂，笔仙，我的手有一点麻痹，我的手是麻的，笔仙，我真的觉得你好像跟那个那个查理很像啊，你们是两兄弟。你们按到我，他刚才一棒的时候，他粘着我肉哎。我试试看看。OK， 现在到底在下面。你们按到太大力了。他要走也走不到好吧？
太大力了，我觉得我的手已经黏住那个笔，太大力了，你们几个怎么样？再用力。好了，这样换我了，我这样子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哦。很喜欢可以按赞来分享。Yeah, yeah, 再踹的是踹的，我们轻轻的，拿轻一点。笔仙笔仙，请你出来！笔仙笔仙，请你出来！笔仙笔仙，请你出来！请问多美多今年多少岁？我不知道，等下给我看。不要动脸，我没有动。在这里。OK， 笔仙，笔仙，请问你是人还是鬼？哎，你的手要过去。哦，原来是你在玩抽。不好玩的，不认真的。不过你不出来，我们也是很。你不出来，我们也是很难认真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哦，是如果你讲有鬼是有的啦，但是这些 game 哦，全部都是假的啦。这些都是骗人的。因为我在中国玩的时候，那个带我们玩的那个人，每一次跟他玩，他就一定能动。所以我在猜，我是在猜那个朋友是他自己动。哦，这样你认识那个人吗？你是闭着眼睛吗？那时候没有没有开着眼睛啊。不过他动得很顺的啊。下次你介绍他来，我们带他来这里玩。他这样喜欢玩，是我们来捉搞他一个。在中国看不见 YouTube。现在我们飞哥已经开钱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 build 他100K， 所以我们什么都可以拍了。我们很努力啊，好，哪一个地方我们拍3-4个广告？好啦 ，OK 了，这里面到这边啊。不然我 try my best 啊，我真的很想看到他动，不过我玩了2次是真的不可以啊。不过我还是会剪出来啊，跟你们分享啊。对对对，有动就有动，没有动就没有动。所以笔仙这东西卡对，有一点真，这个一个是吓到好不好？而且你的口气咬也很臭啊。对啊，然后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Steady Gang Channel， 到100,000，我们就会真真实实的拍很大的 content 给你们看。所以现在小小的 content， 希望你们喜欢啦、啊！记得 subscribe 我们每个人的个人频道，阿雅频道、你的个人频道、我的频道，还有 Steady Gang 频道。我们下个 vlog 见，拜拜。